承诺大家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一定要办一个能够容得下所有大家，不管是从四方八方来的良民们，一定能让你们舒舒服服看一个我准备的更精彩的表演。来，勾勾手指。怎么样？今天的舞台炫不炫？看我看得清楚吗？都是因为在我之前答应过大家，我希望大家有一次可以舒舒服服坐下来看我表演的机会。有没有觉得来得很值得？心和心的交流，灵魂和灵魂的碰撞。其实我们上一次的那个见面应该有100多天，139天。我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点想念我？你的弟。继续的搬下去，一直搬下去，撑到70岁的时候，你们来吗？欢迎来到2044。这一年里艰难，你们生活都怎么过的？什么快乐的事啊？烦恼的事呢？开心吧。你们还快乐吗？真的希望你们真心的快乐。有没有什么想说还没有说的？我也是。好想回家哦，很想想念你们。他们喜欢你，很想见到你。我的回答是，我也想要看到喜欢我的朋友。我想希望是。想到一个舒舒服服的地方，然后再来一次聚会。我想在这里看到你们，我都不需要了，谢谢你们。是为了让你们变得更好吗？不是的，我知道你们在心里面想什么，甚至很气愤。我要说的是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。我们要笑着面对，把那个磨难走成一道风景。而非你要考验我们，肯定是不能承受得住，所以不用怕。你们每一个人给予的爱，一直为我充电，让我更有力量去坚持着坚持。过去是，未来也是。我只是那光，很想说了，别慌。他说，他学习着。不要糟蹋自己的身体，因为我们还要一起走到70岁。不管可以的话，让我们再走到700岁吧。你知道我想象的画面是什么吗？这四个字：老泪纵横。循环往复。宇宙尽头都是相遇和重逢。